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你把车往前攒一下，我平时停这个车位停习惯了，我给你20块钱。不是你这空的这么多，你就停呗，非得停这儿吗？给你50，帮帮忙嘛。行吧，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搞错了，我平时喜欢停这个位置，你再挪挪啊。你给你100，帮帮忙。不是你这到底啊，帮帮忙。这兄弟你这是玩的什么玩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咋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到你的。啊。挪了吧。好，今天亏了150，金链子没拿到，脚还受伤了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能把车停这停一辈子？就在这等你。小北，醒醒！哎，交下停车费。交多少？停一天了，交50。大爷，你这个千斤顶能不能少点？我买一个。200，要就要，不要就算，少不了。要。车呢？我的金链子啊！我的脚啊！我这还咋开回家啊？这兄弟，要不要代驾？不是你车呢？我车开回家了，停这儿多贵啊！要不要代驾嘛？现在从这儿代驾到城区至少200多。咱俺俩有缘分，再加上今天你都给我100多了，我就收你100块钱。呀，上车。哎呦，你给我拿着。哎呀，行的，你这脚咋整的？这么不小心的是吧？受了伤，你这哎呀，缘分。二队，哎，你慢点，我先回了。哎，好嘞，爸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哎，还是太热了。说这是你爸呀？my father， 小老头。我兄弟，你这个脚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下老中医？老厉害了，专门治这种轮胎压脚。我跟他熟，能打折。不去，你现在。等我接个电话啊。哎妈，今天我挣了250，我爸也挣250，我俩加一块挣500。兄弟，你确定不去看老中医？不去呀、啊。妈他不去，那你就回家吧啊。今天咱就挣的500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拜拜。喜欢，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